对，我们刚刚在那个录完我们的新唱片，然后，什么？没听懂。然后那个，所以今天我们唱的几乎都是我们将会发行的这张唱片里面的歌。然后这张唱片的名字应该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会叫1984。所以我们专门为这个名字写的另外一首歌叫《1984》第二部。看着我。